你当时，咱当时要跟迄个龚小姐签安尼啦，伊今麦太，对啦。那个，你想，那边的票不是开到十二月嘛？那边的票开到十二月啊。系啊，啊，迄拢到时阵票拢伫你的身上，龚小姐，伊嘛，我嘛是有甲你咧签啊。我甲你开到十二月份啊。系啊。有来撇开到十二月五号的啊，对啊。搁有第二，我即马要交遐，因为我即马是真正想要好啊，甲你讲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吼，你对部分来讲，你要保留，对部分你要迄落来讲的话的物件，我甲你交掉。我是好好啊要甲你讲，因为我今仔咱厝租人，我嘛希望讲，会当咱保持完整，莫共拆到无啥啥。我拆落来讲，你迄座拢无影较好。啊，无即马就来看要拆到倒，安尼直接讲讲的啊。我是要好好甲你讲，你爱好啊，甲我讲，你莫我头壳内来讲，安尼想起无头啦，就是处理代志啦。哎呀，放放生气啦，这无啥物通好生气啦。哎呀，啊，我都我，无咱咱十二月四号至十二月四号才用，我即摆会收，我是。你听我讲嘛，我伫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咧做准备啊。我搁甲你讲，我工作来讲，咱要做遐大场地嘛，实在真正无好找。我是这几工仔的时阵来讲，我已经甲人处理好势啊。因为我迄个时阵就是两边来讲，我真希望讲，我变成拢伫遮嘛。啊！我即摆我毋是好敬人，你着讲，让我甲你交标，我讲你话你毋甲你话，你老毛骨话，你老毛骨就是吃人，毋管吃到啥物程度。像你讲我后壁即平均帮我做起来，即位物件拢好嘞。你敢要甲交标无彩啦？你敢听咱话不笨的就好啦嘛？敢是？咱会当用咱毋是较拍算的人。吼，啊，咱若买的物件，咱物件你讲要吃到第六、第八、第九，敢要着水水啊？即后壁会当用毛病，互你用来讲，咱着听你话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嘛是要甲你保持完整，但是你。你等下爱直接，大家咱嘛着哦，准做无买做，准做是我家己无买做，安尼好无啦？哦，准做我着做甲了钱，我无买做，我做比喻啦，即个我是重要，是伫遐做赚钱吼。做到咱着要走啊！哦，啊，做这走，咱同彼此之间，我嘛是希望大家了解。好，像我毋知到底上甲你说啥物话，也是讲，啊是讲我有讲啥物话，甲你得失着。我嘛是希望今仔我来，我是希望讲甲即点说清楚，要第一，简单说吼，伊即个部我有甲伊讲，我咧等伊甲电话号，我是做，你听我讲这段，你着知影，我是讲。因为黄先生吼，伊有卡长吼，伊要等伊电话，啊，伊咧甲请教啊，不是啊，没有啊，无用，他因为是用电话，人也免教，伊咧甲请教，讲啊，你要安怎，咱要来跟龚小姐讲，啊，尾下拢也无电话来，我讲无，咱搁甲问一届啊。没有，没关系。